算了，来，冬训特色努力下。哇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又高又帅。有胸肌的吗？有一点，但是没有跟龙哥那么厉害。没有，是在海口拍戏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是在海口拍戏。今天那个刚收工，直接赶。哇，他也是非常支持你。就其实呢，对，就当收工就从就来了，就是说跟剧组拜托一下，要来现场看演出。因为你今天是海口的，可以说是最后这一个巡回的最后一场，真的。对，最后一场。你有没有想到演什么歌，或有什么想跟杰伦说的？话可以趁现在能够说一下话。哇塞，我有点激动。那个，杰伦，杰伦老师好，杰伦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又高又帅。帅哥，帅哥。对。我可以亲身采访吗？对，我在健身。哇，你这么有在健身？对对对。哎，有胸肌的吗？有一点，但是没有跟龙哥那么厉害。没有，是在海口拍戏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是在海口拍戏。今天那个刚收工。哇、Thank you.
说的话可以趁现在能够说一下的话。哇塞，我有点激动，那个非常开心。然后本来这次我早就知道杰伦哥要来法语开演唱会，然后之前因为剧组安排的原因，然后一直没时间。今天正好没有夜戏，然后就赶过来。然后我也喜欢杰伦哥很多年了，从心中开始。然后我非常喜欢一首歌，然后它是七月的肖邦里面的，今天也没有唱。我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叫做《发如雪》。刘老师，我是很听过。发如雪，当花的山间都如雪，我只需一秒来了解。哇，你真的有在健身啊？对，哎，有胸肌的吧？哈，有一点啊，但是没有跟红哥那么厉害。还有，是在海口拍戏吗？啊，对，正在海口拍戏，今天那个刚收工，直接赶。哇，他也是非常支持你，就其实呢，对，就刚收工就。